郭海，郭海准备进场。我听说兔爷不全部的事儿。你别怕，不会有事儿，就是有时候陪着你。你别这样。行，你别这样成吗？你别傻了。那我很清楚在干什么。说嘛，不要搂脖子。没搂脖子，你全都是搂的脖子。我搂的肩膀，我注意了。不是，你真的是搂的脖子，因为我从我这看，他就是一把的脖子，咔就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搂了这儿，搂胸跟肩膀这儿，你一把。你就是不是他这是有看，我注意看两次，你全是搂的脖子。你说是哪儿？他是嘴型，搂了哪儿两次给搂倒了，搂全脖子。你自己看脖子小红了。感觉看感觉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是不是换到？我感觉他现在真的像被人干了一通一样，你看他头发乱的，你看他脸红的，你看他脖子红的。制作效果倒是可以，不用上妆了。建国，下次。他有他自带那个那什么体质，就是小说里描写的那个。你嘴唇怎么红了，而且还肿？不能用更好的情绪去。是，他再好一点，直接摁破。我觉得你应该再反抗再强一点。你反抗强一点，我才有那个激情。你知道这东西越反抗，它越有劲儿，你知道吗？作用力越反作用力吗？对呀、啊。感觉胸口碎掉。你怎么？他怎么弄的？那个人卡一个好膝盖。他压在胸口。我的天呀！这干啥呢？这是。道歉。真生气了，还摸自己屁股吗？气的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吧？这不是百块钱吗？你怎么这么要的你啊？这么什么？要这么要了？不是。手这上面搂着俩弓，对，真的是俩弓哥俩手。锻炼这条下就是俩手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我摸你，别摸我，摸我。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哇！人生是否要珍惜？那么久没见了，为什么那么久没见了我向你还不反抗？因为夫妻小别嘛。我觉得应该你比我还急，我比你强八年早之后，你觉得应该我来就是，你让我跪下去吗？像才有。你就那么想跪下去吗？试看看，我也没经验。那要不试一试？我操！纸巾盒。空了，你昨天用光了。嗯，我用光了。那么想我？嗯。那么想我？嗯。那么想我？嗯。心甘情愿改变。